个滚是打五折，然后两个滚的话就是单笔消费免费这样子。到滚滚的人可以免费吃饭，然后我就是苏滚滚，特别来这边吃饭，请我的家人朋友。我们的家谱哦，那个是药，因为我们书很难写啊，药又很难写，最主要还是方便了。然后他又遇到十一月，到滚滚的人可以免费吃饭，然后我就是书滚滚，特别来这边吃饭，请我的家人朋友。第二个女儿是六月六号生的嘛，既然第二个也是女生，就是说自己也有一点失望了，就说啊，就干脆就叫六月六号，就书六六就出来了。你要干嘛啦？等一下你就我在想，我要笨手压爆他，还是要可是压爆他不放在我看。扫把啦，扫把。可是扫把打不死呀。可以可以。扫把打不死不行。等一下你别过来，等一下我自己跑，等一下别过来。等一下我自己跑，你不要过来。啊！你要干嘛啦？等一下你我在想，我要笨手压爆他，还是要可是压爆他不放在我蛋。扫把啦，扫把。可是扫把打不死呀。可以。扫把打不死不行。够用力就可以。今晚他就来我这边吃了。
哪里了？叫妈妈，你叫妈妈。叫妈妈，你叫妈妈。就是不想叫妈妈，不能叫你啊。你不要让他飞起来哦，不要念到啊，快点。对呀，你上次管理学都已经走了。我走你怎么了？他今晚上在那吃，他绝对走出来。临近寿山周边这些有猕猴出没地区，有可能比较容易遇到这些游离的个体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大家就尽量避免挂塑胶袋或者提塑胶袋，尽量把食物用不透明的帆布包啊，或者是购物袋来装成。